台湾人的草根情，即使漂洋过海到了遥远的东北，一个叫做满洲国的地方，依旧能在荒芜中绽放。这是属于台湾人的奋斗史，属于这块土地的记忆。台湾人在满洲国。1932年，日本昭和7年，日本国内举国沸腾，他们要庆祝在中国东北的版图上有了主控权。那年，部分不愿被日本统治的中国老百姓陆续离开了东北。但回到东北的是末代皇帝溥仪，他在日本的控制下成立了一个叫做满洲国的新政权。在台湾，1932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这是台湾被日本统治的第37个年头。那一年，台湾总督像走马灯一样，连续更换了3个人。日本要重新思考统治整个东亚的人事布局。同年3月，一则来自东北的消息，骚动了台湾岛内青年勇闯天涯的基因。这个消息的男主角是一个名叫谢介石的台湾人，他成为满洲国的外交部总长。报纸上用幸运儿来形容他。满洲国が掲げたのは王道楽土の理念。在日本和满洲国的外交协议上，谢介石见证了这场日满建交仪式。代表满洲国和日本签约的是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今年85岁，家住北京的谢白倩是谢介石最小的儿子，他是谢家在大陆的第二代。是不是在台湾嘛，对日本这整个的情况，是吧，社会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是他们上层的关系多少也清楚一些。日本人这时候是因为要和溥仪交往，所以就是真的，我父亲呢来说是最好的一个外交工作的人。这个在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台湾人，他的父亲曾经经营鸦片馆。谢介石新竹人，清光绪4年生，从小立志参加科举。这是谢介石当年所留下的墨宝。1895年，大清帝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他立刻成为新竹国语传习所第一批学生，学习日本语。后来他还到日本留学，以教授日本赴台官员学习本土语为生。年轻的谢介石不放弃任何可以翻身的机会，在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台湾以后呢，一直觉得很不得志，所以祖父也想到外边发展发展。据说在新竹树林头的那个地点有一个算命先生，就告诉他说你要往东走，将来有发展。据我家人讲啊，我祖父也信了他的话。同时呢，我祖父在日本求学期间呢，认识了和那个张勋的儿子，是同窗好友。在日本留学结束后，谢介石对前去中国发展兴致勃勃。他透过张勋结识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这层人脉让这位台湾人站到了支持恢复大清帝国复辟派的阵营里。满洲国建国，谢介石成了当然执政成员。溥仪那时候
到东北主要是想恢复帝制，日本呢也用正好用这样心理。那时候在我父亲因为是跟溥仪在一起，而在日本人眼里，这位出生台湾新竹被日本殖民接着留学日本的谢介石当然是自己人。借力打力，谢介石也想发展，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发展，日本政府也想利用谢介石达到他们这个控制满洲国政府的目的。在东北异乡，许多台湾人到满洲国，无论富贵贫穷，只要台湾人找谢介石，他必竭尽所能帮忙。这栋两层楼的洋房建筑是谢介石在新津，也就是长春的故居。家里院里起码支着有十几口锅，开流水席。那阵可能从台湾来大陆来，投奔我外公这边人很多。谢介石还为台湾人组织了一个台湾同乡会，地点就在满洲国外交部的临时办公室。台湾人谢介石在满洲国担任外交部总长，激起不少想出外打拼台湾青年的斗志，他在东北的名声传回新竹老家。出身新竹从事米粉生意的郭辉家族，前后共有四位族人去了满洲国。郭辉到满洲国担任税捐局局长，在满洲国国务院和政府机关担任副手的日本人才真正握有实权。像郭辉和谢介石这样的台湾人也不例外。日本人需要懂得日语和汉文的台湾人作为中间的沟通桥梁，这股需求造就了台湾人勇闯东北的动力。也是台湾人也是从中国去的啊，移民去的啊。我爸爸也会讲国语啊，日语也很会讲啊，他什么工作都适应了。说我们台湾人是从大陆移民过来的，哦，所以也应该是日本啦、大陆啦都走一走看一看。这艘叫做“和光丸”的轮船，是当年前往满洲国的主要商船之一。从1932年满洲国成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保守估计，共有5000名台湾人去了满洲国。他们来自台湾各阶层，而他们在台湾的人脉，通常决定了去满洲国的职业。像黄光国的父亲黄子正，台北一市专门学校毕业后，透过谢介石介绍，辗转前往满洲国，当了溥仪的御医。当时他用了一个台湾人当总长，叫谢介石。他问怎么办呢？怎么找一个帮皇上找一个医师啊？正好谢介石跟我家是认识的，所以他就介绍我爸爸去给溥仪当御医。这群台湾人是日本统治下的被殖民者，在满洲国他们一跃成了待遇相对台湾平等的日本人。去满洲国工作待遇好很多，3倍台湾的3倍，就是收入好很多啊。你想想看，你大学刚毕业，学校刚毕业，你总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啊。那个时候台湾人去那个满洲国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谢介石、黄子正、郭辉，这些台湾人怀抱着各自的理由和愿景，离开温暖的台湾，前去寒冷的满洲国。就这样，1930年代，赖基当巴成为当时台湾青年勇闯天涯的时髦名词。
个说自己是新天地的歌声，是满洲国的国歌。1932年3月1号，东北的新津，也就是现在的长春，出现了一个新国家。它是满洲大帝国，被外界称为满洲国。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是大清帝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执政是溥仪在满洲大帝国的正式官衔。之所以叫执政，是因为日本关东军只同意给他这个头衔。管理溥仪的就是关东军的参谋，叫吉冈安直，这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随时可以到溥仪那儿去，说那待会儿人家刚说是吉冈安直来了，要见你。这溥仪不用管，说不用管干什么，马上就得见。吉冈安直只是日本关东军的小参谋，可是在溥仪的满洲地宫内，他是最高总管。如今吉林省委办公大楼是过去的日本关东军总部，这栋日式风格明显的建筑更是当年满洲国的太上皇机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自传中说，请我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祭，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援下先具有满洲，再图关内。对溥仪来说，尽管只是个儿皇帝，但他至少挣脱了末代皇帝的恶名。他梦想建立一个新国家。满洲国本来就是他们满人的国家，他们侵略到中原，他们把整个中原侵略了，建立了一个大清帝国，啊，这是变成他的国家，整个啊，从满洲到中原地区就是他的国家。这是一般在那个时代的满人、满族他们的想法。日本关东军所属的少壮派要用以夷制夷的方式把满洲国建设成一个可以和日本竞争的国度。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关东军侵略东亚军事布局的后盾。日本为了宣示自己是一个进步的国度，把日本人、满人、蒙古人、朝鲜人以及汉人统称为五族，而满洲国的国旗更以五种颜色宣传着五族协和的概念。但骨子里，在满洲国，日本人最高，满人其次，汉人地位最低。这个叫做《日本帝国海外旅券》的文件，是当时台湾人前去满洲国的护照。尽管在满洲国内的五族，台湾人被归为日本人，可是在日本殖民者眼里，台湾人还是本岛人。像本岛人李朝洲就娶了日本女子为妻，他的妻子是维新时代的贵族，在日本称为华族。为了巩固统治基础，30年代中期，日本计划发动大东亚战争，开始鼓励台日通婚。后来李朝洲带着新婚妻子前往满洲国。我母亲她是东京生的，父亲辈是从秋田县过来，那么他们姓左族啊，明治维新以前的是华族家庭，日本叫华族，我们叫贵族。从华族家庭的子女会跟殖民地的去结婚，日本政府跟殖民地的啊，尤其特别是台湾啊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希望能够更为密切啊，所以他们很也对于日本人跟他人结婚，便抱着很这个乐观其成的态度。日本军国主义主张大举侵略亚洲的少壮派，为了达成满洲国民效忠日本的目的，同样鼓励皇族和日本人通婚。像溥仪的弟弟
溥杰就娶了日本华族嵯峨号文熙。他们要透过日满联姻，让日本的血脉进入满洲皇族的统治阶层。李伯信是台日联姻的后代，在日本出生。他的父亲李朝周是满洲国新农部的参事官，经常向孩子们提及酷寒东北的生活经验。他说这个满洲国到冬天的时候搓耳朵，耳朵会断裂然后水滴下就马上变成冰块。而在满洲国长大的台湾人郭福瑜最感到震撼的还是东北黑土白云的大土地。我自己有18岁在那边看见这个土白土地加宽你一望无际的土地，看那太阳从那边出来，哇，请降下做后面的。我住在那边哦，觉得我们太幸福了。这是1930年代台湾三大诗社立社的照片。我们看到不少出生清朝的老人家依然穿着传统的中国服，可是当时绝大多数台湾知识青年都像林凤林一样一路接受日本教育，甚至留学日本。于是在国族认同上，台湾青年越来越矛盾，他们不愿回到台湾，但也不想留在日本。一路上都是日本教育受到的这种训练，他非常清楚，回日本也是压迫台湾人的命，他不愿意可是在日本这4年，他觉得他在日本好像是被同化，是受到日本人的待遇。林凤林台中人，台中一中毕业后前往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因为参与满洲国新法律全集的编订工作去了东北。对林凤林来说，尽管帮日本人做事，可是在他心里中国就在脚下。满洲国可以重新去定法律，这个对他非常的有号召力，所以后来他考虑了以后也自己也事前跑到东北去看了一趟，才发觉原来东北这么漂亮，地广人稀物质又这么丰富，人情也不错所以他就好，他就才毅然回来答应他这个教授，请他教授呢推荐，向日本的法务部推荐，所以同年的9月就派到满洲。在满洲国，台湾人游走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可是对满洲国的老百姓来说，台湾人到东北协助执政，其实就是日本的政治代言人。因为日本呢，对台湾人就比对我们别的人好，因为台湾等于是他的殖民地嘛，那时候不是台湾割给日本嘛，所以台湾他们对台湾人比对我们满洲国人好，我们就是叫满洲国人。满洲国的满人也好，台湾的本岛人也好，有人为了延续满人皇族的势力和日本联姻，甘心成为日本傀儡；有人为了挣脱日本殖民统治，即使被仇日的人们视为军国主义的帮凶，他们还是拥有自己最单纯的理由，因为任谁也抵挡不了时代的命运。1934年，日本在保皇派和少壮派的斗争中，让满洲国的溥仪有机会脱离一个叫执政的头衔，再次当上皇帝。最早知道这项消息的是台湾人徐炳，
他是日本贵族院议员，这是日本人给台湾人最高的政治头衔。在得知日本保皇派打算扶植溥仪当皇帝，确保日本天皇的地位后，徐秉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溥仪。因为早在1920年代，徐秉就和溥仪的弟弟溥杰结识，当初当然是交情了哈。溥仪、溥杰、溥儒跟我祖父，我从小大家都，我祖父也好，我叔叔，我父亲啊，他们都感情很好的一个长男。几个月以后，消息果然成真。1934年，原本在满洲国叫做执政的溥仪，重新当了皇帝，年号也从大同改成康德。